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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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请合掌。好，我们上一次说到，已经说到最后一个偈颂了了哈，就是最后一个偈颂是什么？就是显三项之正义啊。其实显三项之正义啊，就是显一切法，我们一切缘起法相的正义，就如幻亦如梦，如前踏浮尘，就是杨艳的哈。所说生住灭三相，有为法三相，其相亦如是。因为有为法的三相成立了，就成立一切有为法了哈。那有为法成立了，无为法就能够成立嘛哈。这是前面嘛，前面是因为三相不能够成立，就无有为法不能够成立，有为法不能够成立，无为法也不能够成立。那所以这个显三相能够成立的时候啊，就一切法就能够成立了。我们上一次说了总说了哈，这一段呢，说完之后也有人提问题嘛，我希望把这个哈真俗二谛哈，把它彻底的理解。在这里因为这个非常重要了哈，我刚开始在理解啊，又在读导师的，在学生时代读导师的时候，有时候关于什么叫做我们不观察的时候怎么样，我们一观察的时候，又怎么样的哈？就这个就在说这些了，就是我们说一切法空，已有空亦故，一切法得成嘛哈。空亦没有破坏缘起幻象，空亦只在说明我们执着它实有自性，它是不可得的。所以，我们说，就是说，有时候导师在说，不观察，或是观察，或者说理性的观察，这个观察什么呢？观察它的实相呢？实相啊，一般世间人就讲说他是有自信的嘛，自信的话就是世间讲的实相了啊，那个实相就是在谈圣意，就观察圣意，圣意。那实相，我们那个中观呐、啊，或者是般若经也不是这样说嘛，要谈自信的话，可以啦。要随顺世间谈自信嘛，自信就是实相。但是佛法的自信是什么？自信不可得，这个法才堪称为名自信，才堪称为名实相嘛。哦，那所以如果说，要观察理性的观察，就是观察它怎样呢？观察它的就好像成佛之道讲的，自信如何有是观顺生意，有观，但是它没有破坏法相啊。所以不观察的时候，什么叫不观察？不观察就是我们一观察就观察他的自信如何有嘛。我们不观察的时候，就在观，不是在观察他自信如何有嘛。所以自观胜一观的时候是没有去影响到破坏到世俗谛了，就是这个真坏俗不能够成立，因为真呢，真就是胜一谛嘛。我们就在观察，我刚才说到世间人讲的胜一实相，然后就本体自信嘛。我们就去观察它嘛，哈，观察它。如果观察得到的时候，哦，那就是世间人讲的是真理啊。但是我们现在观察自信，如果有观察不到的时候，就是世间人讲的那个是戏论嘛。而我们就是因为自信见，所以才无始来才沦为生死。注意听哦，所以没有闻佛佛法，没有闻佛法，那个是真的是，就不得解脱了。就不得解脱，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充分的去，尽一切力量啊，要去理解这一部分。什么叫佛法说的空即现？啊，这个真它是不坏俗的嘛，哈。啊，俗破真也不成。什么叫俗破真？就用世俗的有去破那个圣意的空，那也是错了。所以中观是二谛是无碍嘛，即有就即空，即空就即有，即有呢就正好去证明它是空即性的，无自性空嘛，空即性，空即性也去正好去成就它什么，一切法是因缘所生法嘛，那所以所以
所以，哎，什么叫做观察？就是观察他的智慧观察、理性观察，就在观察他的实相。啊，一般人的实相就是有自信的，那我们就去观察他吧。啊，观察到哦，原来观察到自信如果有，哦，是没有自信的，才堪名为实相，那就是空。所以他没有破坏一切法相，所以不观察的话，一切法都成立。什么叫不观察？一切法都成立。不观察就是不认为他是自信有的。所以那个世俗谛嘛，哈，那这样的话，注意听呢。我们刚才说这样的话，我们佛法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在一直在观察它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它是不是自由自成的，就是无自性，那就是空，那是在做观察哦。那在就是这样，我们才能够破除我们的自性见嘛。所以那个我们一般说的那观察是观察它的什么？观察它是。没有自信的，所以我们说一般说世俗谛的去观察他无自性空，那就在做观察，他自信如何有嘛？啊，这是在破什么？他是圣意观哦，所以这个圣意观的时候，那没有自信的时候，就成就他是什么？成就他是原生嘛，世生不可得，自信的世生不可得，这就能够成立他，他是因缘所生法嘛。好了，希望各位这一部分呢、啊，就是各位这个自己要在哦，这个。这个不是我讲，你是当下听哦，懂懂懂，这个还不是哦，不要以为这样就是了，因为我们在我们自己哦，每个人内在的还有很多的一些的那个声音呐、啊、杂音呐、啊，我们都如果没有自己再去做思维，然后得的很明确的理解的时候，有时候哈、哦、那个模模糊糊的哈、哦，也那个都不清楚了。如果以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要求，那就是不清楚。嗯，否则的话，他随时那个、哦、每一个稍微一点的那状况的变化，我们就不清楚了。但是这个也不是那么容易那么难理解了。只要把它透彻理解之后呢，嗯，导致了很多很多的说法，他这边说那边说，我们就可以抓得住。好，我们上次说到这里总说，接下来就要详论了，就是如何去成就。其实哦，嗯。这个大家我们都常像《金刚经》嘛，哈，就有个偈颂就很类似这个嘛，哈。好，先说明那个幻梦乾闼婆城，它到底是什么了，哈？它这个做譬喻嘛，哈，举三种譬喻，一，好，幻是什么？类似魔术师的变幻呢？变幻，那个幻就这个幻。那怎么样？什么幻呢？就是魔术师的变幻。魔术师的变幻呢，它是依着某些东西，是吗？要有某些东西，然后加以某些方法、某种方法，现起另外一个形态，狂惑人的耳目嘛，哈。所以叫做魔术师，是吗？某些东西依着某些方法。所以啊，那个像这个幻呐、啊，如果在唯识来讲，他就认为这个是实有的，幻现出来的是什么？那个才是无自性的。如果以唯识，他的解释就是这个嘛。所以这个导师不是讲那个龙树菩萨说的嘛，就是世尊呐、啊，世尊他可以幻现出一个幻人，对吗？啊，那个幻人呢，以世尊的那个神通力啊。他那个换人哦，他又可以再换出一个东西出来，所以导致举这个那个龙树菩萨，大智度论所说的这个啊，就是在破那个唯识以为有那个这个是实在的。其实以中观来说啦，那个般若经来说啊，它毕竟换的，毕竟换。就好像那个世尊，幻现出一个幻人，那个幻人又有能力去幻现东西，那个幻人也是，所以那个幻人也是幻的嘛，哦，所以不是一个实有的人来去变现什么东西了。好，这是幻，然后梦呢？梦呢？我们一般睡觉嘛，心事失去统摄力，心事啊，就第六意识嘛，哈，明显的第六意识失去了统摄力。那种种记忆杂乱就浮现，就觉得他是怎样怎样的嘛，那就是梦，
所以那个夜有所思，哎，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就是我们白天那个思啊，我们还有那个力量啊，第六意识还有力量。虽然自己胡思乱想，但是我们第六意识哈，还有力量控制。哎，我知道，我知道，我现在是在讲什么。那等到我们要睡的时候，睡觉的时候，第六意识啊，就失去那个统摄力了。而我们白天那个想的那些呢，记忆乱杂想的那些，它就自然会浮现出来。浮现出来，但是我们第六意识啊，已经失去统摄力嘛。那时候就是梦仙的了。梦仙的话啊，他就随着这个、啊、做梦的这个记忆出来的时候，就感觉他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我们就认为他是真实有的嘛。我们在做梦当中啊，就认为他是实际有的。所以，但是那只是梦的哈。前踏婆城，海市蜃楼，空中楼阁了哈。啊，这个就好像啊、哦，这个海市蜃楼，海市蜃楼好像也是一样，就好像我们看起来好像有的嘛。我看是指那个我们比较熟悉的那阳焰呐、啊、露爱、啊，那个好像我们看起好像有水汽，对吗？有水汽呀、啊，但是一靠近就没有水汽。好，这三者哈、哦，如果一分声闻学者的意见，这个是譬喻无常无我的了。他认为他不是譬喻空。他不是譬喻空，他是认为这譬喻无常无我，所以一些声闻学者啊，包括现在南传也一样哦，包括有部然后，他无我跟空是不一样的意思哦。他们认为无我是了义说，空是不了义说了，空是不了义说。啊，确实是无我，譬如说啊，五蕴法，包括现在南传还是也是这样的，有部也是这样说。哎，五蕴法本身是没有我的，这个我就是人我。按见的，一般讲，那无我就是无人我嘛，无常故苦，苦故无我。那无我的我是无人我嘛，无时代的人我，对吗？无我，他们认为说五蕴法上没有实在的人我，但是不是说五蕴法本身是空的了？所以有部他认为哈、哦，那个法是实有的，它可以称为是法我，是没有人我，但是有那个法我，就是我是不空的了。那、啊、人我。法我了，法是不空的，所以有部那把它称为，也可以称为它是法我嘛，哈。所以这个在，所以他们的这样可以理解吗？那、啊、如果在中观的话，那无我就是空嘛，是吧？无我不无我可以说无人我也无法我，是吧？空也是我空，法也空了哈。希望这些我们都抓得好来哦，否则我们一看到这个哦，这样一看到南传，一看到有部也在说空，哎，到底跟中观讲的空，他们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如果不理解的话，我们就是抓不准，真是这样哦。有时候就搞混了，搞混了之后，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就根本就不能够很清楚的理解到。我刚才说到这个道理在那个法上到底是实有还是实无，跟在法上在更增值它为有人我的这个，当然这个法当然就是以有情的五蕴身心的五蕴六处六界的这个法上了。啊，声闻学派有些的意见，他认为是譬喻无常无我，不是说空。然后一的一份大圣学者的意见，这批一切境界是唯心所现啊，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了哈。一份大圣学者他就认为那个唯心所现呐、啊，这个可以这样说了哈。我刚才举的是唯识了哈啊，那个基本上啊，那个增长唯心呐、啊，增长唯心的话，他不从缘起相说起，他是从那个真心本体的那个地方说起嘛，就是那个涅槃极静音那边说起的。啊，但是如果在这里啊，我们就基本上就以这个唯识的了。唯识，因为它唯识也是依着缘起法说起的嘛，哈。啊，你看到它的依他起就是在解释什么？解释《阿含经》的缘起法嘛，哈。所以这一分大圣学者的意见，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对于唯识的哈，希望唯识的一切境界认为是唯心所现。嗯，因为这个我刚才说到了，就是。虚妄唯识系啊，为什么导师说它是虚妄唯识系呢？它是重视在缘起相啊，世俗谛的，就是从缘起说起的哈。好，这个就是唯心所现，因为他认为那个哈，就是
就是我刚才说到啊，就是幻呐、啊，幻啊，认为有这个心，有这个心，那幻现出什么？幻现出那个啊、哦、境界出来了啊、哦。好，现在了哈，现在了就在说明这个三者的那个三者的譬喻啊，不是这样的理解它了哈，所以现在都不是，现在就是这个论主嘛，论主说现在都不是，这个三个譬喻呢，都是只显一切法，那本颂指的三相嘛，现在是在指三相嘛，其实指到三相的话，就可以指一切法了，因为三相就是一切有为法的三相嘛。所以是只显一切法的自性空，自性空，自性空，这个是个法，已经在指法是空的了。否则在声闻就阿含经嘛，阿含经一般世尊对于声闻弟子说的都是我无法有，是吧？但是这个法有啊，到底是怎么的有？你看部分就在争了，佛弟子啊。就在认为，一般呢、啊、都说于那个法是自性有，就是实有的啦。包括现在南传也是是究竟法，是吗？啊，那个现在那唯识是那个寂舍论，就是世间还在声闻的时候嘛，哈，他做了五味七十五法，然后回小向大做了白法明人论，就是五味白法嘛，哈。那都在说明，都在去那个分析，然后再做抉择，把它分那个总统这个法，那可以说是，如果以一般来说，那就单元法，那就实有的了哈。当然在当中会有一些是假有的，但是他还是在分析到那个最后，他有些的哈，比如他如果说像那个唯识嘛，哈，唯白法，他的不相应显法，如果是有部，他认为是实有的，对吗？啊，如果在大乘，那个是不相应显法，不是实有的，但是他是还是假币意识嘛，还是假币意识，所以这些啊，他终究了哈，终究，你看到、哦、还是假币意识，还是有一个实在的嘛，那就是有终嘛，哈，但是在部派里面还是有那个，你看呢、啊，导师不是有说到吗？那个有就是有三门嘛，哈，当中有一个空门，对吗？那基本上可以算是，大体上来说呢，那是属于大众部。大众部有种种派别嘛，空门基本上可以是属于大众部的一个学派了哈。所以基本上还是有了，声闻还是有说。那个声闻弟子当中还是有在做这个空的，但是我们不是一再再说明，导师这样说嘛，就是只要真正的破除掉我执哦，人我执，真的破除掉人我执，他就把那个自性见破除掉嘛。因为中观是这样说嘛，哈，就是同一个自性执，碰到人就执人我，碰到法就执法我，我们只要真的依教奉行，把那个我执破了，那自性见就破了。所以他就没有自性见，他碰到法，他不会去执法执，他不会有那个自性执去执法。但是他那个因为智慧不够深刻嘛，所以他没有，不一定要去理解到去证到法空，但是他不会起法执。但是声闻可不可以？他要证可不可以？可以啊，因为都是同一个自性见嘛。但是后期大乘就不一样了，后期大乘他们认为。那个声闻只能够破我执，不能够破法执。那以中观来说的话，那个法执也是烦恼啊，也是要破啊。所以像类似这些啊，我们如果充分理解的时候，像类似这些啊，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理解为什么这个无不是在说空，而现在是在执显一切法是自性空的。这个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去抓到导师到底要说明什么。那这样的话，我们不单单是对于各家的说法，我们很理得很清楚，不单是这样。真正的重点是在我们能够遍彻自心呐、啊，不是在一般一再说外在的种种学派，不是在说他们。但是我们一理解他们之间的不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去观察，我们去如何去观察我们的自性见嘛。这是我一再的跟各位强调的，我们要往这个地方去学习，学习这一部论它到底是如何去破自性见，它的种种面向自性见它。
的种种面相，碰到种种的法，我们这一品是碰到三相的这样的法的时候，自信见它是如何的表现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尤其对于各家的，他到底是怎么样的去理解什么叫做无自性，什么叫做空这一部分呢？我们就可以充分的理解各家的说法之下，我们自己本身呢，就更有能力去做观察了。好，所以这个三个 P 都是在说明什么？一切法它是自性空的，自性空。大智论就举了，导师就举大智论也这样说嘛，幻象法尔，就自然是这样了，幻象就这样讲，虽无，虽然是没有，虽然是无哈，这个无根本，这个哈可以说是没有那个自信了，但是而可见闻。这个幻象法尔了，就像法性空，那是法尔的嘛？法性空法尔就是在说明幻象是如此的。幻象也不是我们自己不是本来是自性相的，我们把它观成幻象，不是的，不是。所以在大圣的那个空中来讲嘛，哈，就是即有就即空，即空就即有，二谛是无碍的，二谛是无碍的。所以，我们只要真的，如果说依着龙树菩萨真的理解的话，我们只要说一句就可以。你讲缘起，也可以讲空，也可以讲中道，也可以是吗？导师在最前面不是这样就引这个吗？那空缘起中道，它是一个意思嘛，一个意义嘛，哈。然后，所以如换乘的牛马嘛，哦，那就换嘛，哈。牛马是没有实在性的，但是它都很像牛马，很像牛马，而且观的人呢，也必然是见到牛马，像类似这些啊，我常说那个编号啊，这个商标大二的时候，底下的一呀，阿拉伯数字一呀，阿拉伯数字二。都是在说明这个吗？譬如说到这里，这个底下这个，这个，所以这个就是我又放这个大二底下的话，小一、小二都是在大二底下嘛。啊，大二底下在这里的意思就在解释这个了，在解释这一句话，解释这一句话。你看，大一跟大二也有关系嘛。本性空，但是本性空是什么呢？本性空是它正好去成就一切法是因缘所生法的，所以那个是即空就即有，所以在这里幻象这个是，虽然是无根本，但是还是可以见闻；虽然是无自性空，但是还可以可见可闻。这就是前面说到嘛，那个真不坏俗，不俗也不坏真，是二谛无碍，二谛无碍的。好，所以那个换乘的牛马是没有实际性的，那就真真实就是圣义谛，它是没有是就是没有实在性的。这个实无哈，这个实就是实际啦，如实的没有，不是那个我们前面不是会在破实有实无吗？实有实无，这个实无哈，这个不是在前面那个有中自性见的说实有实无哦，这里是说导师说这个牛马是。是如实的，没有的啦，没有就是什么，没有自信呢，没有自信呢。这个好，都其实这个好都可以配。我们有时候那个空就是在讲无嘛，哈，讲无始以来无啊。好，但是它都很像类似这些啊。各位，这个我们一定要去读通它哦，就是很否则的话，我们有时候这个哈没有很清楚，导致它的意义到底在做什么？我们有时候就会搞混哦。而是我们很清楚，刚才我已经跟各位讲得很清楚的时候，各位就要牢记哦，就要记住，然后在课后呢，自己就要去好，这个是这样的话啊。相对的，其他的导师的在叙述过程当中，我们就要分得出来，导师现在到底他这样的是在说什么？这样的话，我们各位啊，如果我们现在这些啊，我们就是很仔细的。
趁着我现在嘛，还是有这样的因缘，我们可以一起共修的时候，你就好好的把握。我现在怎么像跟各位的说明，各位知道就抓住这个。这个时候，各位以后再看呐、啊。我们已经讲到第七品了，对吗？像类似导师如果去细述，尤其在那个这个导师在中观论诵讲记，这个就在破，这个是在很精准的在说明义理上的哦。这个要抓到来，我常说了，我上课说的哈、哦，各位如果有理解那个有没有价值，有了，但是价值不大了。但是如果透过我们在上课共修过程当中，透过我说明各位理解呢，而能够自己更有能力去读导师的著作，这个价值就大了。因为啊、哦，各位就把那个一个大善知识哦，就是请到我们自己的身边了，大善知识。因为我们那个导师的那个法，就是那个法身嘛，哈，教法身，随时都可以请在我们身边的。我们要请法的时候，都能够恭恭敬敬的，他随时都可以让我们请法。各位，我们说，好像读了很多，好像我们好像好像。好像好像了解了，但是我们又不能够做得到，就是在其实不够了解，就是不够了解，导致他到底怎么去叙述这些文字啊？它代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希望我们一定要有耐心哦，否则的话，我们这样一直看过去，一直看过去，我们有时候就很难很静下来去很明白他导师到底在说什么，他的。那个中论、大智度论，他的这些语言文字，他到底在说什么？很难，很难呐、啊。那个语言文字的那个叙述，我们都很难抓到，何况他要指向那个实相这一部分，我们更难了，更不容易。希望啊，我们在一次一次的每一次的共修、每次的文思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让我们自己要自我要求，我们一定要一次比一次的明白一点，一定要这样。否则的话，哈，我们这一堂课帮助到各位的也不会太大，也不会太大。但是我希望啦，我希望是有帮助到各位的，否则我们这一堂课根本就不用上，对吧？所以我这样提醒，只是在提醒各位了。其实，在提醒各位的时候，更是在严厉警告我自己哦。我自己没，这些都在我们这个这样的因缘，都是我在说什么，而我自己更要警觉哦。好，所以那个法相不乱。法相不乱是什么？还是一样，见牛、见马，不会见牛的时候见到马，也不会见到马的时候见到牛，不会。法相它是不乱，牛就是牛，有它的样状；马就是马，有它的样状。所以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啊，没有破坏一切法相啊。所以法相它是不乱。什么叫法相不乱？就是因果的必然性。如果再进一步来说，法相是不乱的嘛？每个人都有他的差别相，他差别相来自于什么？缘起的差别相，此故彼的差别相。所以绝不因为它是无实在性的而可以指东画西的了，不是这样的，不是乱说一通的了。所以我不是常说吗？学习空中啊，缘起法相更要去清楚理解的，不是有中，不是唯识中才讲法相。谈中观更要去抉择法相了。你看导师啊，性空无明系为聊一说，你看导师的著作一切都在谈缘起相的，从缘起相下手。你看呐、啊，像那黑皮书啊，都是从缘起相，一切法都存在在时空，是吗？佛法只要佛法世尊啊，正道论实相不可说，他是超越的，但是不可说。不说，我们又不能够理解，所以他一说出来的时候，那就四谛六部了呢，那就是缘起法了，所以要在时空上去观察它了。所以像类似这些，如果我们抓得好来，我们就一次又一次的，每次的闻思佛法的时候，我们就会一次比一次的明白，明白到多少我们不管，甚至有时候我们这一次反而会糊涂，那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是在朝向我要一次比一次的明白，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自我要求的时候，我要一次比以前一次明白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做这样的要求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的不明白处，不明白处，因为比较深刻的不明白处我们看到了，所以那不是退步哦，那不是退步，反而是进步，更看到了。这样的话，我们的不明白处，我们就会
因为我们是要一次比一次明白嘛，所以我们的不明白处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就有这样的机会，然后更加让他明白了。好，接下来二了，叫阿拉伯数字二，它虽然现起有牛象、马象、期货人的耳目嘛，是吗？那我们认为是有，实在的有，实在有无嘛？所以最早说，那就细论相，那就是我们无始以来啊，我们无始以来自性见相应的哈、哦，我们都是自性见嘛，所以那幻现出来那个境呐、啊，在我们的凡夫那个心呐、啊，幻现出来境呐、啊，在心境哦，我们就认为有那个、就是现那个细论相了、啊。啊，我们在那个细论相当中，我们呢，因为自己本身就细论嘛，就是自性见嘛，细论相就是自性相嘛。啊，我们因为无始以来，我们自己又是我们自己的心呐、啊，都跟那个自性见相应的嘛，所以看到外境的那细论相，我们自己也不如理思维无明嘛，哈，不如理思维又执取它，又执取它，所以哈、哦，那个恶性循环是吧？所以那个他现起这个牛相马相来期货人的耳目了，但是加以考察，加以什么考察？我们就是刚才讲的、啊、那个理性的考察，那个就是加以考察他，因为他认为他是有嘛，所以加以考察，他实在是并没有此牛此马的存在，这个存在没有他的存在是什么？没有他的存在，没有他实际性的存在了，因为他认为我们一般认为他是有那个存在嘛，实有嘛，这存在就是有了。那既然我们都认为有这个牛象，有这个马象嘛，就是有实在的存在嘛，啊，有并没有，为什么是并没有？为什么导师在这里说并没有此牛马的存在呢？它实在并没有此牛马的存在吗？因为它是加以观察、考察的，就是在观察它自性如何有了，就在生意观的啦，就在做理性的观察的。接下来哈，接下来好，现在已经进入三的了哈。这个哈，我的意思在说哈，这我为什么把这个？其实这个诊断呢、啊，这个诊断就在说明这个理解那个譬喻啦，理解那个譬喻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说在这里哈，我为什么把它分成一二三？那、啊、只是这个总说嘛哈，这个自性空，自性空之后呢，然后空不爱有嘛，空不爱有就是这个嘛。啊，空不爱有呢？啊，基本上在解释这一段这个的文字的时候啊，基本上就到这里来了。我的理解了，就到这里了，到这里了。啊，接下来这个可以说就总结了啦，总结了什么？好，自信不可得，自信不可得，而怎样？我希望这里哈、哦，我为什么把它更详细的标注这个呢？希望各位哈、哦、能够不要太快就这样读过去了啦。为什么把它标 A 跟 B？ 因为这个跟上面有关系啦。自性不可得，就无自性空，而假象分明不乱。你看，就在说明这些嘛。啊，这个也就是在说明这个嘛。无自性空，但是不坏一切法相。好，然后这个就是自性不可得，然后假象分明不乱。假象分明不乱，相对自性不可得，这个就是可得嘛。可得幻现的可得，就分明不乱。就有这样的假象了，这个极简要的指出这个譬喻的意义啦，意义的意义。所以这个幻呢、啊，这个幻呢、啊，这就有这个幻呢、啊，这个幻是有两个意思哦。譬喻假有可得，也就是譬喻自性本空。注意哦，也就是因为二谛无碍，就是二谛是无碍的啦。所以啊，所以我刚才也特别这样说到嘛，真的理解中观，讲缘起，讲空，讲中道，只要讲一个，就是了。因为我刚才说到嘛，导师这样说，那个就是举龙树菩萨说的嘛，哈，就是空缘起中道，它是一意嘛，一个意思嘛。所以只要假有。假名可有可以有的，啊，他就是在批，假的，就是在批，他是无自性嘛，就是在做比本性空，
一在譬喻本性空，他就在譬喻，就在譬喻什么假名有的嘛哈。这个我特别哈，特别就是举这个了，举这个，在空之探究最后一章第四章的最后一节，最后一节。你看到在这里，我很快的哈，依着我们刚才的理解哦，我以前在读这个哈，也是读的，他到底要怎么样？那破折号啊，他到底要到哪里呀？他到底要到哪里？到底要到这里还是到这里？因为知缘起没有问题，知缘起，缘起就是他到底他在写什么？这个是在形容缘起嘛，对吗？啊，只是说这个破折号到底是到这里呢，还是到这里呢？啊，那内容哦，有时候我不是常跟各位这样说嘛，我们看到标题先看一下啊，这不理解的时候，哎，我们就有一个问题意识了。啊，问题意识呢，啊，然后这个跟其他的每节当中了，可以观察一下，观察一下，哎，这到底是怎样啊？然后最重要的是在内文当中去了解它了，内文当中去了解哦，内文当中的话，基本上就可以理解到这个了。如幻是什么？即空即假啊，这个呢可以说就这个了，幻哦，就假名，它也是空。所以缘起是什么？缘起就是这个嘛，这个里面缘起有缘起相、缘起现嘛，缘起相就是假，缘起现就是空啊，空假都是如幻的嘛。也就是八部通二谛，二谛都是无自性，二谛都是无自性，所以二谛都是如幻有，这样可以理解吗？啊，这个哦，千万不要把它那个又搞混了说，那个假就是世俗谛假有如幻的圣义谛，假有如幻的圣义谛呢，它是自性空寂的，有时候又说的那个自性空，对吗？不要把它搞混了，好像说那个一下幻是指世俗如幻的，一下又指幻，又说到圣意的本性是幻的，不要认为他们是有时候是这样说，有时候是那样说，其实哈，他们是就像我刚才说二那个八部啊，八部那个部就是空嘛，它是通二谛的了。啊，既然八部都是通二谛，那个是我们说那个空啊，空亦复空，毕竟空嘛，毕竟空哦，它不就不是实有的嘛，所以它还是如幻的。啊，这个整个这个就把它建立在缘起的那个缘起，就是啊世尊说的缘起嘛，就建立在这个地方，就是如幻，它就是即空即假的缘起。这个缘起是如幻的，就是这个如幻呢，包括。空假都是如幻的，所以即空即假的缘起，这个内容就在说明这些。我想啊，我基本上这个很快的大体上跟各位这样说的话，然后再配合这个，然后底下的这些呢，各位就可以去看它了。你看前面还是很快的跟大家带过，就是先说到中论一啊，中论一般若经说如幻化等譬喻。是为了表示一切法是无自性空的啊，例如这些了哈，都有这些，好啊，在这里就破嘛哈，就是那个唯识嘛哈，就认为就是对幻化意啊，就解说为幻化是镜像，它是空无所有的，那能幻者心识，因为唯识嘛，就是能幻者就心识它是不空，能幻者不是刚才说幻识吗？幻呐、啊，幻视是魔幻师，等于说是那个魔术师幻现出来的嘛，所以他们就是能幻者，他心识他是不空的嘛。但是般若经以龙树呢，他就不认为不是这样解说的了哈。你看导师，我刚才也说到嘛，他就是世尊嘛哈，从变化人又再起变化人的譬喻嘛。又能够再起变化人的譬喻，就在说明能幻者跟所幻的事，一切都是如幻如化的，不是像那个唯识所说的了哈。接下来哈，就要说到了，接下来就要说到那个幻呢、啊，不单单是譬喻自性空，也是譬喻如幻有的，就在这里，空是无自性的，也是假名有的。
啊，空是无自性，也是假名有的。对呀、啊，中观的空义就是这样，就即有即空，就是自空嘛。哈、哦，有的就是空，空本身不是什么都没有，它就在成立一切法是有的嘛。说已有空，故一切法得成。那所以呢，啊，空是无自性，无自性的也是假名有的。所以一切法如幻等，不但是譬义空，也是譬义世俗有。那什么意思呢？导师还是几文，几文，但是都文，你看了也是一样。你看，譬义幻化相马及种种诸物，虽知无实，没有实性，但是这个色可见，声可闻，以六情相对，六情就是六根了哈，六情相对就不相错乱，诸法亦如是，虽空而可见可闻。不相错乱，对，就在譬空也在譬有了。另外啊，他在导师说，这个在引这一段那个龙树的论的时候，你看到、哦、在说到，若有人于十譬义中心着不解，种种难论，以此为有，为是就是这样嘛，哈啊，譬那个。那个幻的话，他认为那个幻思啊，幻思是有的，幻现出来的那个东西啊，才是迷惑人的，那才是无的。你看，如果种种难论认为这个譬喻是在说有的时候，这样的话，十种譬喻就不为其用了，就不能够被他所用嘛，就是他误会的嘛，对他就无效了，所以更应该说于法门的。啊、哦，你看这个就在前面这一段了。前面这个就在 PE 说明说幻化等 PE 在说明空，也是在说明世俗谛是有的啦。什么叫有？就是可见可闻，不会错乱的嘛。哈、哦。然后第二个啦，这个我把它做一个小，就是小分段嘛。哈、哦，分段下来，我说了那个我这看起来也是有一个行距之间比较大嘛，但是。这个是我分段的哦，因为如果一般导师的分段的话，他一定第一行会空两个字嘛，空两个字。但是我这样就可以看出是我把它分成一小段的了，因为前面没有空两个字嘛。啊，然后这个呢，为什么把它分段呢？就在因为这里导师有两段文嘛，然后底下这一段文就在说明这个了。然后 PE。应该理解说譬义者的意气所在了，所以对于那些以为没有幻视而有幻者，没有梦境而有梦心的，有的以为梦境也是有的哦，梦境也是有的，那就有不了。而没有梦境有梦心的，如果那个哈、哦、那个，你看像唯识啊，有那个心呐、啊，有那个心的。那个不过错乱而已，他认为是有的，只不过是错乱的哈。有部他是认为是有的，只是不过错乱。就好像我们呐、啊，如果梦见呐、啊、人呐、啊、头上生角啊，它是错乱的。但是哈、哦，有人有角哦，他是有啊，有那个人有那个角，他只是错乱了、啊。所以有部他就认为梦见是有的。那所以如果不能够理解说譬义者利用心，专在语文上辨析问难，那譬义也就无效了，对他是无用的了。好，这一段就在说明这些了。希望各位，其实我们在共修以来啊，就这一堂课共修以来啊，其实都是在让我们去理解什么叫无自性，什么叫做自性。因为要了解无自性，就要了解什么叫自性啊！自性有种种的面相，对到种种法，它就有种种的面相。其实种种面相啊，其实还是万变不离其宗了。它的本来面目啊，我们应该要去抓住它。抓住它的时候，其实什么叫做万变不离其宗，还是不离开？它是实有的，它是自有的、实有的，对吧？
还有它在时间上它是常有的，在彼此之间它是独有的。像以这样来去看它种种的对于每一个法的它的表现出来啊是怎样啊，然后那个中论它到底其实它破的方式还是没有离开几个根本的法则嘛。啊，如果我们抓住的时候，啊，这样的话，我们读起来哦，就会，明白，而且会相对的就会愉快欢喜了，然后就会这样的话，就会一次一次的，就会渐渐的有耐心了，有就是我们会渐渐的更有耐心的去理解它了，但是我们现在更需要耐心了，我们现在更需要耐心。虽然是不懂，会让我们烦，但是我们在这个烦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无奈过程当中，我们要自己更能够警觉到这样的心态，我们自己要去调整。最根本的调整，我常说嘛，那个导师不是说他第一次走中论什么都不懂，对吗？但是他莫名其妙的喜好，是吧？他导师做了两个 PE，就好像他第一个 PE 就好像哈、哦，那个哈、哦，那个哈、哦。诞生在那个哈、哦、富贵人家哈、哦，那小孩子哈、哦、吃不完也看不完是吧？哦，那另外一个 P 就是，好像那小孩子在听大人说话，听不懂哦，但是总是想大人说的话一定有他的道理，一定有他、有趣的地方或种种种种有他深刻的道理。虽然不懂，但是会很好奇是吧？会很好奇，想要去了解他。这跟大家共勉了、啊，我这哈、哦、这个中论真的是，因为真的不容易读，好像每一个字都知道，好像一句话起来，好像也理解它，其实不理解，不是那么容易理解啦。因为同样的语言文字哦，同样的语言文字，中论指向的实相，然后指向实相哦，你看哦，我说到。佛法一定要说到空，要说到无我，要说到无自性，要说到假名有不啊，说一切有的有不也，这个种种名相都说到。其实不要说佛法外道也在说空了，对吧？所以同样一个语言文字哦，指向的那个哦，指向的义理啊就不一样了。所以希望我们就是耐得住性子，给自己机会，给自己时间。然后一次一次的那个抓住他不放啊，自然而然呢、哦，他就会渐渐会去理解他了。好，接下来就特论了，特论就是 PE 他唯心的嘛，实在是违反世俗的。来，以此等 PE 为 PE 无常的，姑且不论了。哎，导师，这为什么 PE 无常无我？无常无我？因为哈、哦、无我这一部分会跟空域比较相近的，比较相近。但是他导师在这里为什么会特别说到 PE 无常呢？因为哈、哦、唯识啊，唯识他虚妄唯识嘛，他也是从缘起相说起嘛。但是他认为那个哈、哦、唯识无尽嘛，唯识无尽嘛，没有那个外境了，就离心的外境了。但是内境还是有的哈、哦，但是他离心的外境是没有，所以唯识无尽。如果以此 PE 唯心，实在是违反世俗的啦。因为唯识也承认无常哦，因为虚妄唯识嘛哈、哦，大家从那个住行无常，重在住行无常世俗谛嘛。好，如果这个 PE 是 PE 唯心的话，实在是违反世俗的。例如钱大婆城，钱大婆城呢、啊，绝不是我们心中的产物，唯心就认为它是心中的产物嘛，哈，唯是无尽嘛，哈，或者是在海边，或者是在，你看到，或者是在海边，或者是在沙漠，因为空气、光线等的关系，远方的人物见到眼前影像出来，在眼前啊，影像现出来，就现出这个了，就是这个，使我们见人见尘嘛，哈。这个是有物理的因素在里面的，就是因为怎样，这个还是有它物理的因素在里面的，岂纯是自己心事的幻见？不会吗？
还是有它相对的缘起的存在嘛？就是有它境界的根境是有它缘起相对的差别了，但是不是绝对的差别了。所以中观也不会认为有离开心事的那个独立的绝对的自信的那个境界存在，也不会是这样的。它是互相换现的了，但是有没有它的差别相？有它的差别相。好，另外又梦了哈，梦它是有过去的经验，或者可以说是欣喜于自心的了，是有这个的了。然而，虽然是也是这样的哈，然而睡眠者身体上的感觉，或者是太饿、太饱、觉热、觉冷，或者是外来的声音、香气等等，无一不引发此梦境，还是会。就是，不单单是这样了，还是会有时候我们身体的感觉又怎样？比如说，好，我们不是说有传说哦，有人晚上会被压住啊，压床压住，还是有那个什么，那个我们自己身体的那种感觉。所以，绝非自心或过去经验而言，虽然有这个什么，虽然有过去的经验，或者是说欣喜在自心，虽然有这个，但是还是有一些外境来影响。那个啦，来影响着了，不是只有这些了，绝非只是自信或者过去的经验而已，不会只是这样的。那至于幻呢？幻有幻者，有这个幻者，有什么呢？幻所依的东西啦，幻这个幻呢，就是至于我们那幻，要有所依的东西，然后还要有幻者的幻术，才会幻现出这宽阔我们的那幻嘛，所以，必在怎样呢？必是在种种的因缘和合下，才有此幻象啊！就这个幻，幻象就是这个幻，不是只有这个幻者，他要不单单有这个幻者，还有幻所依的东西，还有幻者的方术，才能够成就这个幻象。不是这个就能够唯心了，唯这个幻者而已。以性空者看来，一切皆在根境是三者合二的情况下，就幻现出来，幻现出这样的法。所以你这个就幻现了，就幻现出这样的法，这样的法嘛，辟的这样的法，是在根境是三者合二幻现出来的。它呢，可以与心有关系的啦，可以跟心有关系，但绝不能够说是唯心的，可以跟心有关系，就是这个了。当然，根呐、啊，一根是属于精神作用的。那、啊、在这里主要就是让心呐、啊，这个心，那是从世俗地说，一色一心皆是假名如幻的了，不是唯色哈、啊，色可以代表那个物质嘛，都是假名如幻，谁也无不了谁，不是唯心，也不是唯物，谁也无不了谁，都是什么？如幻假名的，从生意来说呢，那个一色一心无不性空啊，都是性空，都是假名，平等平等的啦，谁也为不了谁。虽然都是平等平等，谁也为不了谁，但是缘起有它的差别相嘛。在差别相当中呢，那个心跟色之间呢，有它的差别相。以什么为主导？心嘛，就有情的那个情嘛，是以有情的那个情为主导的啦，所以是由心论呢。不是唯心论的，由心论是一切学派啊，佛法的一切学派都承认由心论的、啊，但是唯心论呢、啊，从由心论更进一步把它推成是唯心论的、啊、哈。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